在云林斗六街上被前方的车挡住，轿车驾驶竟然在马路正中央停车，下车之后还双眼盯着后方来车，再看看自己的车子，一副无所谓又没有怎么样的态度，然后直接到旁边买他的早餐，完全没有一点不好意思。后方车子被迫得绕过他的车逆向行驶，被挡住的网友抛出影片，幽默地问这位大哥要去的那家早午餐店真的有那么美味吗？当时有看到这个状况吗？有，会傻眼了，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停？你呀、啊，你停在路中，对吧？人路中是人的路，你袂使共停。事发在云林斗六六合街上，道路双线道，一个方向只有一线，他这样一停，后方全塞住了。违规驾驶目标那一家是熟食早午餐，星期日店休没有营业， Google 评价是 4.8 颗星。网友分享这一家西式素食早餐店是蛋奶素和全素食的专卖店，平均每人消费在100-200元，但是违规的驾驶这一餐要贵了，不管他吃什么都得加上一张罚单，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。本分局已接获检举影像及相关资料，本案将依法开罚。警方表示，已经接获检举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，车道上停车罚600-1200元。TVBS 新闻张崇敏、吴淑平，云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